早安。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短，因为这个题目很大，所以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公案。为什么是一个公案？这个公案参透就可以开悟，就可以明心见性。那维摩诘居士，他是金树如来，那他是现身从阿处佛那边的那个妙觉菩萨来的，等于观世音菩萨他们那个等级的菩萨来的，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。那所以要问疾的时候，是方便是生病了，然后来人家来探病，借着这个方便来度众生，让小圣转入大圣，让入门的能够大家都一直提升往成佛之路走。所以我是把它当成说，这个心净则国土净，这个是大圣法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修行修什么？修心啊，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六根六尘，六根看到六尘外面的东西，看到的东西外面是外面，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是影子而已哦。所以大圣佛法，你如果不晓得说，我看到诸位，诸位是我的影子哦，你们没有入到我心里来哦，所以你们就是我的众生哦，你们的化身在我这里哦，所以互相的主伴相随哦，所以我是主，你们是客，你们是我的影子，你们的是我心里面是你们的影子哦，所以这个观念如果没有确立，法就不懂。为什么这个法叫做法尘？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意根法尘，意根是想，叫做意根。所以法尘就是影子而已，我心里面的影子叫做法尘。那个法尘是心的影子，如果这个不知道，没办法入大圣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大圣不容易，观念也很容易。什么叫大圣？摩诃眼。那什么叫摩诃眼？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华严经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如果这个不懂的话，你心经也绝对不懂。为什么？你色怎么会不异空？因为你是我的影子，说是影像啊，不是真的啊。色是影像，你想的东西当然也是影像啊，所以影像跟影像平等无二啊。啊，你会不会？你看了 3D 电影，会不会箭射过来？你会不会躲开？刚开始会啊，我们的习惯啊。啊，所以你知道是假的，你要不要躲开？不用啊。那我们所以心净则国土净，心它是从起心论，因为怕马明菩萨慈悲，怕我们搞错了。什么叫妄念？认错了叫做妄啊。搞错了，啊，搞错了，所以叫做妄，妄念成生灭，有生灭的东西都是妄的。那什么是真的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那个才是真的。啊，什么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？本来就有的佛性啊。啊，所以心净则国土净，是要我们从现在我们平常都用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。我执事跟分别事两个在运作，所以所看出来的东西都把假的影像当真的，这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的原因。所以在《圆觉经》说，弥勒菩萨问世尊说：“生死众生为什么会生死轮回？”他说：“恩爱贪欲。”所以我们学佛，如果是为了荣华富贵，为了财色名利，跟佛法了不相干。什么叫大圣佛法？了生脱死，能够即生，你就是说马上能够从有为法能够踏上无为法，那才是真的大圣。跟这个没关系，叫做戏论。所以我做了多少丰功伟业都是戏论，这是大圣佛法的讲法。那如果听不进去的话，其实小圣也不错了，能够修到阿罗汉也很好了，我们也要赞叹。但是阿罗汉是把身体的苦，所以来修四圣谛。那圆觉认为心，我心很苦，要解脱，修十二因缘，又从有认真，然后把这个苦修掉，然后证到空，这是二圣的修法。
大乘修法就是《心经》讲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讲的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无明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明，你哦，烦恼，我这么烦恼，怎么没怎么，怎么是假的？你拿出来看呐、啊，拿不出来，假的，你自己想的啊。给你空虚妄想啊，把它当成是佛法，那是搞错了，完全全部都方向错了，方向错，因地不真，果招怎么样？愚痴啊，都弄唔掉去啊。啊，所以《维摩诘经》它是大菩萨，所以要去问己的时候，只有文殊菩萨敢去，其他人都不敢去啊。啊，去唔知，定来去要说明。啊，我伫咧坐啊，讲啊，你点么愿做？你愿做就能成佛吗？啊，所以。小圣弟子都被他有改提醒过，因为心念要转，心念不转，你永远停在原地。所以我学佛三四年，跟没有出家以前是没有学佛之前一模一样。阿弥陀佛，无效，学佛无效。那所以心法，心有真如心，叫真如门；有个叫因缘生灭门，叫做妄心，叫做攀缘心。我们用的都用攀缘心，所以不知道我这个心是攀缘心，你一直把它当真的，阿弥陀佛啊，跟凡夫了无差别。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讲说，众生之所以会生死轮回，由于不知道两个心，一个是真如本心，就是说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。大家都有的本心，我有时候把它称原始点呢、啊。最我们心最原始那个东西，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，就是六祖大师讲的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；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性，具足万法；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那个是一个是讲性，一个讲心。啊，性本来没有无形无相，没有作用。遇到外缘，遇到境界，哦，心就出来了。一念无明了，一念无明就产生心出来。但这个心还什么心？真如心，有能所有波动，能所已经有对立了，有波动。这还是大菩萨的境界。再来就越来越粗糙，境界一言长六处，越来越变，越来越粗糙。那我们既找名字，然后被业力绑住，那就完了，就轮回生死。我们知道怎么破这个，从新的肮脏的心入到清净的心，般若法门。世尊讲法49年，般若法门讲了22年，为什么？太重要了。什么叫般若法门？第一个，凡所有相。都是影像，都是 幻象，都是影子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一定要搞懂。所以人家骂你，凡所有相就是虚妄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刚开始会了，慢慢就不会了。啊，你说哦，丰功伟业，我拿了一个什么诺贝尔奖，哦，我常常就怀疑，怕人家不知道，那是什么？世间相跟佛法没关，那假的。有啊好，无啊好，没关系，安尼。啊，所以。在心要怎么清净？要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，心经的什么？第一句就是了，观自在菩萨。怎么才能够观，才能自在？修行的法门，止观嘛。凡所有相，就是虚妄。我碰到任何逆境、顺境，我都不会动心。就是西天22祖那个摩达那尊者，他讲说，心随万境转。转处时能忧，在转弯的地方，你如果心能够幽静的话，清幽的幽，幽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得性，随着水在流动，在你遇到不同的因缘，无喜亦无忧，你随流任得性，认得你的本性，不要认为你不要把妄心当真的，那才能够入流往所。就观音法门，你往内不是往外，往外叫外道，往内就是。对了，那什么叫众生？这观念也是大乘佛法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概念。众生就是我心里面的影子，不是外面的。当然里外一体啦。啊，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是念外面的阿弥陀佛，还是念你内心的阿弥陀佛？里外
里外不二。你练，你为什么会练？因为你有心里有个影子嘛。那外面真的有一尊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嘛？啊，所以我练他，等于是自他不二啊，要不然怎么一心不乱？所以以为阿弥陀佛会来接我，那都是外道法，佛门的外道。啊，所以你想说，我练了几千万遍，我练了六十年，啊，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接我？佛有没有固定的形象？没有，那你心怎么会清净？不可能清净嘛，啊，所以要心要练到无为，要从有为练到无为，从世界要入法界，怎么入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观止观的观，观自在菩萨，你要行菩萨行，要六波罗蜜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深的智慧，你用般若智慧，你碰到什么事情，心头拢袂叫。不会受到影响，不受干扰，那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从此岸到彼岸，彼岸跟此岸是同岸，那这样你叫做叫一心了嘛？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那这个叫做，文殊智，那普贤行，照见那、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见五蕴皆空是般若，那行深就每天日常生活。多用这个观念来做，啊，所以你要学的文殊智，要普贤行，啊，普贤行任劳任怨，你怎样你怎样给都得卖，立马去走，那叫普贤行，啊，文殊智普贤行合起来就是什么？毗卢遮那佛啊，就是本佛啊，那五方佛的本尊嘛，叫大日如来啊，叫毗卢遮那佛，所以。当你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，每个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入佛道啊！啊，所以大六祖慧能大师讲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你不晓得说我的心从哪里来，心本无心，因境有，我有外面有境界，所以心才生出来。那境界一言，一到言就开始就慢慢，分别心出来，啊，你就。堕入凡夫了，那我们的心本来就具足圆满，叫做功德。外面的东西是福德、福报，不是功德。所以你做多少佛事，做度多少众生，哎，那些，如果你是用有为的心去做，就是有为法，世间的福报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：“五帝心邪，梁武帝心不正。”但梁武帝这么棒，江南840个佛寺都是他盖的。供养僧人几万人，哎，那世间很少有这样的福报的人呢。但是被达摩祖师讲说五帝心邪，那所以什么叫邪？什么叫正？心入法界入无为叫做正，出世间叫正，贪着世间叫邪。所以我们说八关斋戒，主要就是要让你心脱离俗气，不要带那些东西，然后脱离外道，你要往内心去会。他说：“出家沙门要四心达本，解无为法。”这是42章经第一条就这么讲的。所以这个讲说心净，国土才会净啊。啊，你了解心哦，这是假的，没有理他。心净了以后，妄心清净了，自然真心就显现出来，叫做心净则国土净。那问题来了，世尊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。舍利佛想说：“哎、欸，世尊哦，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应该是心不清净，要不然那这里国土怎么这么不清净？九桃刷了，现在一大堆啊，怎么会这么龌龊、这么肮脏？”对不对？去世尊问他说：“日夜清净吗？”然后日夜清净啊，那青眉狼不快的，那是青眉狼的问题，还是日太阳、月亮的问题？嗯，这是盲者的问题。那我们众生。天生就是眼盲，为什么？搞错了，把假的当真的，天花乱坠当成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凡所有相，这是虚妄，都是假象啊。为什么假象？真心本性的立场来看，从佛心的立场来看，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清净，能够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从无中生有嘛，真空生出来的妙有嘛。那真空生出来的妙有，妙是真还假的？假的、啊。所以妙有是假有啊，你从假有的东西，你又回归到真心本处的深处，你就是回家了。
心本无生，心本不生不灭，就本性嘛。因境有，因为有外境，所以才相对立，才产生分别嘛。前境若无，心亦无。你如果对境知道是假的，没有理他，就没有事，就不会起烦恼。结局了，不施功，一切跟一切有为法不同。有为法如犹如养箭射虚空，这个势力尽，箭还斗。招来来生不如意，所以有为法会招这辈子很好，下辈子会大富大贵，再来你就来完了，离开佛法的心法，你就反正招来来生不如意。整是怎么向无法实相门，一入一超直入如来地，这就是心境则国土境，让我们从分别心、攀缘心能够直入本心。入本心之后，自他不二，叫做中道义。从假入空，凡所好像是这是虚妄，叫空。那你就入到本心，哦、阿弥陀佛啊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方面心去下手，学佛就是学心，就是、学智慧、哦、阿弥陀佛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二十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礼拜药师宝忏，恭请慧信法师领众，日期3月24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半。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3月27日星期三，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清明祭祖表孝道，超度祖先归净土，三昧法水洗尘垢，累世冤业皆消除。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3月28日星期四，30信念超度法会，30信念归劝净土、弥陀愿海等慈众生。上午9点开始，
恭请广护法施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3月29日星期五，佛学讲座及瑜伽焰口法会，三密相应加持力，上供诸佛并下施，佛法难闻经已闻，祈愿回向生净土。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，从焰口看学佛理路，主讲人广护法师。下午2点瑜伽焰口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。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备有贡品、礼盒及白米，欢迎提早登记。三界业报，六道苦身，即生即灭，念念不住，无体无实，如幻如影。随着空海大师的足迹继续前行，偌大著名的熊谷寺山门已经来到了眼前。熊谷寺是著名的赏樱圣地，在辩才天池周围种有百来棵风须鹤樱，其中以人王门周围的一排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从早开的风须鹤樱花到绽开的吉野樱和白木莲，初夏的绣球花，渲染的秋红，四季千流中的色彩变化缤纷。熊谷寺雄伟的人王门是四国圣地现存最大的木质山门，建筑风格融合了日式和中式风格，宽9公尺，梁间5公尺，高13公尺，是县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。两层殿堂，东西两根圆柱，会有东升西降的龙，天花板上会有6位仙人，瑰丽多彩。山门两侧的人王栩栩如生，传说曾把人王雕像移到第7番石勒寺，但不论多少次人王都会回来，就是因为太喜欢熊谷寺这个地方。熊谷寺号普明山真光院，本尊为千手观世音菩萨，建于嵯峨天皇时期弘仁6年，弘法大师在这里修行时，熊野全现现身，赐予他一尊观世音菩萨像，并得到神谕，嘱咐他以此为永远救度众生的根本，作为熊谷寺的守护神。熊野全现的神社至今仍供奉在停车场附近。一早进入熊谷寺，多宝塔就坐落在参道一旁。此多宝塔于安永3年建立，其中共有5佛，中央以胎藏大日如来为中心，东南西北分别供奉着金刚界阿处如来、宝身如来、无量寿如来、不空成就如来，体现出密宗之金胎不二的理念。从停车场就可以看到高18公尺的大宝塔，是熊谷寺的亮点之一。多宝塔的第二层结构色彩鲜艳，非常吸引人，其上的装饰让人忆起平安时代的美。
沿着多宝塔向内迈行，两侧的清幽翠绿让上坡的步道完全不感到吃力，路上不时会有假日前来协助整理寺院的学生向旅者问候，体现了身口意修行的礼敬之心。沿着石阶而上，中门镇守的是多闻天王与持国天王，造型古朴，震慑四方。这是一座能带来视觉响艳的寺院。广阔的庭院内盛开着时令花卉，因此被称为花之寺。过了中门，再走一段阶梯，就看到钟楼、洗手所、本堂建筑群。钟楼堂于宽文二年由长义和尚所建造，旧时的钟楼堂建筑只是四根支柱的一般屋顶形状，于文化六年快欠和尚改建成现今华丽的两层钟楼堂，以纪念长义和尚。钟楼前供奉着延命龙头观音及大石像。延命龙头观音菩萨具有强身健体的功效。本堂大殿位于半山腰，就在中门前。然而于昭和二年，本堂遭祝融之灾，由大师亲手雕造的千手观音本尊也因此被烧毁，本堂于昭和十五年才重建起来，其他堂宇最后在昭和四十六年全部完成。另外新造的千手观音本尊供奉在正殿后面的独立建筑中，可入内参拜。大食堂位于正殿左侧四十二级上斜石阶之上，建于1707年，瓦顶宝形结构，殿内供奉的弘法大师像制作于1431年，为德岛县指定的有形文化财产，是德岛县第二古老的弘法大师像。大食堂宝殿内坛城前供奉着玉本尊和弘法大师十大弟子的画像，弟子们直接接受空海的熏陶，作为空海明点的法灯，守护传承着真言陀罗尼法门，以三密相应之行法达到身口意清净圆满的境界。佛法非遥，心中即静，真如非外，气生何求。驻足至此，心中油然升起大师的训示，佛性本自具足，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。身持境界则能视善恶，心无散乱则能见本心，感受当下的呼吸就是觉察内心的方式之一。未来的路虽长，但是不担心，因为大师此时此刻都在陪伴着你，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去找寻内在的自己。吃素的心是快乐的。